来，现场灯光如果不亮，来把手机点亮了。这样吧，我也换衣服了。话筒有没有？话筒来送给我，就一个呀、啊。花谁拿着呢？就一个。哎，这件衣服是很好看的。对对对对对。啊，我们的导演田雨生，掌声在哪里？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？啊，大家好，我是《前任攻略》导演田雨生，希望大家喜欢这部影片，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。喜欢不喜欢？哎，欣桐。大家好，我是姚欣桐，也给大家拜个早年。掌声。大家好，我是梦游的扮演者韩庚，新年快乐。大家好，我是这一活动主持人谢乐颖。来吧，我们的工作人员向我们主持人献个鲜花，有请一个最好看的献给欣桐，打过招呼了，就最贵的玫瑰是哪个来了？哎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哎，很好。那今天呢，主创来到大家面前了，也希望大家呢多多捧场，来支持我们这部《前任攻略》，让大家呢提一点建议，就是向你所有好朋友推荐，如果你觉得好的话，好不好？来，给大家一点时间，向我们的主创来提问题。喜欢韩庚，喜欢欣桐，还喜欢我们田帅哥？来，哪位？都是你们，哪位都是你们，哪位？这样，来提个问题吧。来，这个我一直在百丽宫看电影的，这样，这帅哥特别有眼缘，你起来。你起来，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一下？有没有？你别问，快点，先，立正了。你干啥呢？有没有问题想问一下？你这么一举手太假了，咱俩配合好了似的。那你问吧，什么问题？就这个问题啊，你喊一下，肯定有底气，喊一下。问题想问谁？来。我那个旁边这个妹妹要。那行，让他问吧，你坐一吧，你让起来都没有用，废物。快，来你问来。来，让你问，穿黄衣服的你问，穿黄衣服你问，快来，你不用给别人了，来问哪一位？有什么样的对影片，影片当中有什么的问题疑虑？对对，都可以，都可以，来，对，进屋了。我想问一下，刚才那个电影里边韩庚亲吻女主角的时候，是不是屏幕初吻？不是，吻过好多次你才。是荧幕初吻，不是是吧？不是，从大五生开始已经没有初吻。亲过孩子，你咋知道的？啊，还亲过谁？来，大家说都亲过谁？哎呦，当演员真好。来，再给个机会，给一个像像样的问题。啊，哪个？第二。这个女士一直在举手。您会把攻略拍成系列电影吗？然后会请韩庚？你还让老爷们活不活？攻略会拍系列电影吗？那得看大家支持程度了。如果大家真的非常喜欢的话，我会考虑的。喜欢。对啊，然后这个《前任攻略》《前任秘籍》什么都会拍是吧？来，有没有问题要问欣桐的？彤彤，来问彤彤，哪个？来那个胖丫后边那个。对啊。啊，对。哪一个？在戏里边，你们就穿出火花了吗？韩庚太有魅力了，但是因为他是韩庚，所以我不敢。我跟他就没有化学反应。没有化学反应，但是有生那个没也没有，也戏中肯定会有了，也是演员嘛，演员嘛，对不对？就是这，等怎么了？对，有生气时候的反应啊，就是这样。哎，希望大家呢一如既往支持我们的《前任攻略》，好不好？来，会不会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田导的作品？会。会不会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的彤彤？会。会不会一如既往的支持韩庚？